我得等技能呢，那肯定杀不死的呀。开球，来，开球，对，哇，他丢人好快啊！什么意思啊？真叫当面摸人呢！没想到吧？我自己都没想到。我就说，我就觉得上面能不能跳进去，还真跳进去了。他偷东西去了，看见他了。
撑住个屁啊，这怎么撑住啊？为什么我溜得动你溜不动呢？因为人家佣兵啊，好像是你要双塔，我他妈什么都没有的佣兵，我是个一无所有的佣兵。佣兵这一波好像最容易秒打吧，你知道吧？真叫四杀保平呐！一乐血是一分一分一分不一分不一分，一乐血赚平均不亏。稳健好吧，平均上分。一分一分，等到结婚。我要闪现了，我的妈！香水下出来了。五方。兄弟怎么还没起来啊？这个人。没怎么。可以。开头了。那你可以走了。我溜了这么久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灭赏。家里的沙库拉要开了，什么时候回家看看？我溜了这么久，真的经历了。我看一下我溜了多久。很正常嘛，要是我，对吧？看刚才我们开始游戏之前，应该让艾莉把自己杀了，就可以五杀了，这把就赢了。哎，排到了，他这是往在右边的。那这样呢？这样听得到吗？我放了一个一档。其实你把电脑关掉是赢啊，对吧？没区别，除非你把风扇关掉，不然肯定听得到。这什么？这叫那个？这叫固体传声。对，要不把电脑关掉。物理老师给你开课。这边怎么还有一个四佣兵呢？四佣兵要皮你啊？四佣兵的吗？对啊，四佣兵。他要皮你，买小丑啊！每人上个钻，艾莉。那我就四前锋。艾莉，我们保证能跑一个，跑不了一个，我倒立洗头。可以，你倒立洗。我可以把。哎，你再来前锋，明明你再来。我可以把别人倒立洗头视频发给你，可以。明明你再来。我手机端呀，我手机前锋很菜、啊。但是你说他不会追了，他不好追，你手机端前锋就不会死。那我为什么不玩蜘蛛人呢？那我就很菜。四柱修得慢、啊、对吧，四柱修得慢，咱们这个起码修得还能稍微修一修。我刚才想带还在擦眼，让他们爽一爽。钻头，钻头，封印，封印，等会儿闪现。爽，这佣兵有点开心，再来一刀。钻头，继续，哎，接着捡钻，佣兵加钻，法力无边。顶多丢两台，一个屁股铁，一个修机慢。来了来了，钻头加一，这后遗症加二，再来一刀，五层。
不知道的佣兵开不开心，反正我是开心的，一辈子地上躺着，亲吻大地。你还想跑？继续继续，站头站头。继续继续，战斗战斗。开心吗？全都吃了钻，躺地上应该起不来了。我这边等一个闪现，我捡点推进器，我再找找他去。不着急，时间多得很，多捡钻，多捡推进器。没事，这个的就给他们加个钻。站头站头，站头站头站头，继续。看谁起来，谁起来我再给你加个赞。哎，有人起来了，来了！又是一个钻，爽吗？我还有，我再去捡个推进器，继续。
还有还有还有。投了。搞定了。把我毒了。机子能量吗？修了个屁的机子，把我治个屁！他妈的，他把你放了，我直接跑的，你在说什么鬼话？还修？把你放了？后羿加速四个字呢，你到这里才修多少呀？后羿加速不是，就是他那八个字呢，还加俩括号呢，你知道吧？他八个字加俩括号，你到这里肯定没修多少。当他面摸起来，我当他面摸起来，他过来杀我。早说呀！你摸起来跟我说呀！他喵的，说了呀，不是说了吗？你要那个，你要提前说。他在你附近吗？在你附近你就不要摸起来。我看一下我这个今天夜宵吃啥哟？夜宵？喂，午饭，都迷了。反正最近没睡好。在追你吗？我这边亮了，快过第二个。刚才你又是这么说的？我刚说倒置了，就破一秒破字。对啊，那个破字了。这个八个字加括号的倒置，明明还以为修很多了，见鬼了。两平。亮。亮不了，亮不了，归我来了。还没你是以灵魂的，你是以灵魂的身份出现在这个庄园的吗？是啊，我还能一出，我看晕了，说不定还能二出呢。第一好像还在，说不定在附近，第二在附近啊。没球了，能走吗？看他愿不愿意放你走第二。他肯定是一出的呀。一个不 OK， 赢了。OK。那我点位有点慢，我可能是那个杂技演员，加油被恐惧了。我现在只不过什么破一秒旁边有一个那个飞机效果是什么？为什么？问老外卖去，信你个。完了，点不开，出事了，出不了门怎么办？完了，凉了。这游戏出 bug 了吗？这是。这把全靠我，要是没有我，你们几个抽屉里一分都没有。妈，怎么可能一分都没有？爱丽丝杀了，有一分。至少有一分，你知道吧？欢迎各位超凡的朋友们，大家可以坐下来聊个。我这把鹿头。点关注呀，朋友们。又鹿头啊？鹿头了吗？输了，输了。我这把输了，要是先倒，我倒立洗头。这人呢？哦，我没买出来，那算了，那不买，没出来就算了。你连猪也都没有，没出来就算了。三出来是什么？这不是杀我这种吗？不对，这是杀一盘这种。有三分的不大可能。打烂你屋！就他妈要杀我，我往地上一蹲，跟你说、啊，老子就是你。想了一下啊、哦，我也。怎么开局都不修电机的呀？真的假的？来了，老弟，还在玩。
哎哎真叫大心脏啊！手忙脚乱的，冒险家是真的。先走了。来，给你开波好没有？别急，给你开波。来，小门开了，走吧，赢了。冲冲冲！一插鼻子，我跟你说。啊！我怎么啦？这我不是说冲了吗？怎么又能怪我？哇，我好委屈啊！我被一查杀了，你敢信？我不没杀掉，我被一查杀了。被我的队友杀了。你下一把你又玩个入殓师，把人家魂牵到地下室去，对吧？是不是很棒？哦。
我封你的窗。这家伙不叫人吗？说卖就卖。哎，别跑呀，我这。我老残了，我老残了。小笛子去了。哎，干嘛呢？
他是真的敢挂哦，真的敢开呀，我的妈！我觉得他门没开完，艾莉，你想不想玩人？干嘛？你想玩人吗？我不想。可以，那我打人，我打人。他的墓地。OK， 看见了红蝶。红蝶这么猛的吗？金身红蝶，好，确定了。专心破野。红蝶个锤子，蜘蛛，我要死了！哎，我不是在救我吗？小丑呀，在救我，屁股没拿砖头呢。那个砖头无限就在追我，很难受。瞎鸡儿包，我自闭了，把我手就光了。我也盖个板子修。哎呀，帮我盖板子，让我走了啊！延起来了，延起来了。没事，红蝶好溜的，艾莉坚持住。可以。哎，这红蝶咋？这红蝶为什么趴下来、啊？这红蝶有点胖了，不是小丑，这小丑怎么长矮了？这红蝶怎么这么矮啊？长眼了，好吃啊！这小丑长眼了，阿姨。证明啊，红蝶也是需要减肥的。帮你装一手。不行，我要去探险。这么砍、啊。没有我来救我了，心跳好大。别急，等等就你就死了。大意是红蝶。我发现我们是前锋佣兵祭祀啊，这他妈不是杀艾莉阵容吗？是吧？这艾莉能活的，相信艾莉能够苟活的，咱先找不着了。怎么没有洞啊？医院里面哦，不对，教堂里面。因为里面压根就没有人进去过。因为祭司是老兵血玩的，熬夜的都是来自爆的。我在想我想我有祭司是封人院都可以秒倒的，你知道吧？我感觉你要死了呀，这个位置。修的速度跟我一样。撞他一下。可以。哎，接个洞。哎，我接，来。杀我来了。哎，摸，过来摸。来了，没想到。哟，怎么上前锋去了？前锋要没了。双残前锋，六起来双残前锋。我带着他们怀表。这边还有个洞，前锋开球进洞，过来，我们在这里等你，我在洞口等你。你不是双残前锋吗？怎么又成怀表前锋呢？我没看到你选佣兵啊，我看到你选佣兵，我肯定在双残啊。我去探险了啊、哦。中国大佣兵，你竟然看不见。他可能把你看成先知了，我就经常把幽冥看成先知，特别是那蓝色的那个皮肤贼像，本来最牛的，他闹了，幽冥那个蓝色的皮肤跟先知贼像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明明那个转眼把我开晕了，本来图最牛了，他闹了先到图脸上去了，好卡呀，你知道吧？我现在皮肤巨卡，红蝶你都溜不到，明明，你变了。
讲个鬼故事，那个宝藏就在椅子正前方。没事，你跑过去挖，他救人，你挖宝，对吧？找不到你了，相信自个。可以可以。我把你扛一刀，我真的是，哎，我他喵的电死！把他带走，远离墓地。那墓地机子给你了。不，你修啊，用命修啊！我等会去压一下。你挖宝，你挖宝直接亮呀，目的就是可以直接亮。有后面有小洞，后面有小洞，直接穿。哎，你为什么不直接穿呢？我他妈没看到小洞。大洞套着的小洞啊，你直接再钻过去就没了。大洞套着小洞呀，它这个单向洞啊，你没看见吗？你直接再钻一次洞，它就彩影就没了。你钻洞再钻洞，对吧？这墓地挖宝，那不就是挖粉吗？啊！气球刀，气球刀，气球刀，刀刀刀刀刀刀！哎，死鬼了，没球了。那、啊、就我土球，那就帮我击掉那个大门。我直接大门击掉。还有个墓地进，我去找一下全身的石料。我还修着，你等我啊，马上抽完了。我这边也快了，救起来扛刀啊！我操，救不起来，太远了。拿祭司叫，祭司叫，祭司叫，直接大营帐。我准备好了，我准备好了，得。你这个血量拿错救啊，一口弹就死。补不死的，我可是堂堂祭司，哪有那么容易死？压好了，压好了，压好了是吧？对对对，压好了。你打个洞，直接椅子上面打个洞。大心脏走，对面要杀出了，看了一下对面。Hello， 还没打洞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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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杀全杀一场。溜什么玩意儿，我好烦，我被这前锋搞得杀杀杀杀杀杀，快杀杀个死，你要把我扛刀吗？这个雷电一直在劈他，我的妈，我没有在劈自己，我劈我自己，是天谴之人，居然你是一个你看这小人儿，好像要炸了。这小人怎么回事？啊，这个雷，像我这把不要刚那么卡，但是刚那么卡我都死掉了，我好多板子都不敢下。宝贝在哪儿？天谴之人。起点，我估计下一个宝贝在终点。那你要不坐个车过去？老冰雪，你要是这个图秒倒了，我把你卖了。打不了，打不了。我还一车狮子精，还是被秒倒了。哎，你修啊，你修啊，跑啥？你掉你那个啊，你把我保安做。他修一半就行了呀，他修一半，然后你直接。哦哦。就是让机子来，让我一个，有点糊了那个，还真在起点啊！应该不会在起点吧？如果在起点，你这个数字应该是300多。哦，不对，终点。啊，真的没想到第一个秒倒，第一个打的是前锋呢，对吧？第一个，我给你倒计时3秒啊，3、2、1、2，来追一，就不要了，倒吧前锋，你可以死了。左边没有动了，冰雪。哦，他肯定要追我来了，我觉得。还不追我，他就没。不要这呆，我当他的面戳东西呢。这没秒倒还行。左
不要了，坏了，他球没了。我打真的，我打真的，我球就不要了。来呗，想打战队。哎，我压好一台了。看吧。我还在修，不急。妹姐为什么没有跳二楼去那个去坐车，然后那个？因为他蛛丝，我跳不了二楼。河边有没有洞了，冰雪？没有，但是我可以帮你打个远古洞，你要不要？我还有一点。来二号站，二号站下面。来远古洞接，他肯定要 A 洞的。他还不 A 这个洞。洞打了有屁用啊！完了，我为什么要打单向洞啊？我哎哎哎，二号站打个洞，我过去，我过去补电机。都没了。哎，你看我信号。哦。没动了，好。踢过来了。哎，等着。他没想到我居然没带怀表，就跑过去 A 元互动。啊，大舅，我把死了。耶。烧完了，烧完了，准备走了，三二一，亮，三二一，那不是天谴之人要再见了吗？天谴之人，很重要。我有车，太重要了，怎么？我觉得你上不了车，看来上车的不在重点那个。然后上车了，我去帮你关一下二号站，好吧？唯一能帮你做就是帮你关二号站，三号站不知道你怎么没关。猪猪自己把车坐走了，溜了。我看到你要坚持个四十多秒，自己把车坐走了吗？这么凶吗？对，他自己把车坐走了。你再坚持个四十多秒，打个远古洞接你过来。啊，去世了。啊？嗯？为什么我看你那边人在这里？没事。还有怀表，还有奇怪了。还有远古洞，你怪他没一刀，哦，他有三十多秒一刀，没有一刀可惜，打不全，我好白给了，我白给了，这咋整啊？我有治愈，我有治愈。哎，我要死了啊！我就看一看。不管了。我怎么也白给，我就看一看。你也白给了。前锋，你白血，前锋回来，你白血。来了。快，拖我。快拖我。哎，你能走吗？能。哎，有没有一首灵性怀表？我怎么带那个垃圾东西？你也白给了。没事，我能爬出去啊！我爬金枪术得六。他救我了，这 PC 的前锋打的我脑壳疼。我他追了我一局啊！啊，打修刀弟弟。盖了。哎。没盖着。那就
再救！捞，扛一刀！啊，我走了！爬，艾莉爬！前后要死！哇，你前后要死！前后不能苟活，不可能死。啊，我要下来了。让他再打一刀，下一刀，能下来吗？下来一个，要下不了，下不来，没办法了，没事。该死，死了，该死的还是要死的，牛了，该活着的还是要活的。邱弟弟不白给，这把能四跑的，我跟你说。怎么四跑？你动我怎么四跑？你要是不白给，哎，你那边摸起来可以开大门，可以开终点门的，然后他一个人过了。就是按照边边说的话，该死的还是得死，所以说我们还是要，对吧？最终的结局还是成规则，三出该三出，四出该四出。他现在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要玩冒险家，艾莉，那个特效天。我走。因为大创你不修，但那个我要去五龟星创打洞，不然他不救我，你知道吧？准备直播的，直播回床了，开心。徒步到二楼啊！红蝶看到了，哦，音乐了，可以红蝶。我有了！我要没了！对啊，是先知啊。只不过这个先知拿了根针。没，换了个道具。来下山吧。有没有动？好像。无心穿吗？没有。那完了。那你可以翻出来，但是我在无心穿附近，我可以让你打洞上来。你跳下来，我可以让你打洞上去。行，换张云一手，来跳下来，要打洞上来，我在附近。啊，不用了。我来了，救我！啊，跳下来，来。前方洞，钻洞。钻洞呀你！感觉你在快乐。赶紧钻洞啊，下来呀！来，别走，我还能再上去，我们还能再上去，别走。走，快上来！哦，这也上来了，这也上来了，这也上来了，先摸自己，先摸自己，回头，往里面回头，走。救命啊，调师！你个前锋调师咋救你的命？自生自灭去吧。哎，修！看看我的调师相符不？怎么就杀了一个了？啊，好快呀！这把终于不会再，这终于不再是这个上好了。小福斯在哪里？我需要帮助小福斯。你从医院里面跳下来，龙王机。老福斯在左下方。快，龙王机。老冰雪，我跟大宝你们找到技师了，技师莫。老冰雪是个。可以别让他飞下来，防止他飞下来。飞不了，飞不了。当时老冰雪，你帮我摸好，然后你自己溜。然后你再把我摸好呀，我还自个溜，你再摸我。他不追你了。
哎，怎么又回来了？我这墨镜在能不能起来了？在摸板。对呀、啊，都破一下输了，为什么才输了一台？金罗化成风，光芒化成雨，守在梦间。表面三台，表面三台，我跟你说。你喵喵的。大方有一台，然后你小木有一台，这两台。我再重新洗一台。没修。啊！带走僵尸。木卧木卧，去接。别死机抢接。我是去接你机子呢，还是去等你呢？接机子，接机子，不用动，不用动，死掉，死掉！开玩笑，我六皇帝是什么水平？只差一台了。我压好了。压好了，压好了。贴门去了。点了点了点了，走了。他点到他点到他点到，你自己看亮的机子哦，你能看到亮的机子，不关我的事。不关我的事，我小布要好没动。不说点门，我打圆不动。我把他解了，是谁出来玩？我把他解了。打圆不动啊，老必须我接啊！哎，救我救我救我，摸的摸的，接我！快救人！快救人！快救人！及时死！及时死！做了像火锅，为什么演我？没事，我能摸起来。他挂我了！圆骨洞，快快快，接我走，接我走！走走走，老毕，走走走 ，go go go！ 三个赢了，牛了牛了！爬上来了，爬上来了，该死死了，还是得死。牛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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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下一个传送过来。刚传的，没 TP 了，哪还有 TP？ 现机位，稳定发挥。该死啊！他不是他已经放飞了一个吗？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放飞第二个？飞不了了，可能是三出了。后面就换飞了一个之后，就不就得三出了吗？飞了一个之后就不会打了吗？啊，他最右边上头了，你敢信？对吧？那就不能怪我了，你为什么不把自己位置变得好一点？为什么不去修大法？来了，我来修大法了。我修大法，你修人皇去。咱们一起合修，咱们两个合修修得快，你知道吧？你别说，要万一这不追过来，咱们两个还能一起跑，你说是不是？是不是这么个理？啊，是这么个道理。我在中场，我去跑，往两百银窗那边走了。谁都没想到，人家谢恩倒一个小僵尸，双刀了，我也不想，对呀、啊。发现金森怎么了？前面有没有插眼了？他插眼了，快点救我，撞他！他插眼，你不至于把他插了就死吧？对吧？快撞他！撞不了，没事，我准备好打圆骨洞，把你们接过来。别打，待会救了他，你再接他。谁啊？法办住了，天修。去二楼打洞，我准备好了，我打在一楼，你还救得起来吗？可以。我在想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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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了，我就不过来了啊，交给机子。直接再穿小洞啊，直接穿洞啊，直接穿大洞去，这是单向洞啊，直接再穿，直接再穿，老岳牛皮啊，对吧？过了过了过了，穿了穿了，你看，活了活了，这比明明有灵性，这比我明明有灵性多了。来摸摸，你看看都没跟我说单下道，我不知道。闭嘴，不要活了活了活了，你看，这比里面有灵性多了。
哎，我这是的意思啊。哎，我这波不骗刀救下来，你还是要倒的，弟弟。我这波救人不补吗？为什么前锋不一起过来呢？不知道呀。不是狮子啊！完了，杀前锋来了，救命啊！要杀狮子啊！没有救命。他觉得我不好追，所以不至于吧？杀我一个祭司，然后把你祭司宰了，你祭司好烦。他怎么追我来了？还行，这闪过出去了，闪过出去了，闪过出去了，那还行，那还行，闪过是那还行。大房打个洞啊！大房打个洞。龙王机，来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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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这里骗下面。先别抓，先别抓，他没过来呢。过，你管到修亮再过来。大小心勿热。我好了，开心。我好了，那死掉了。回去。日，哎呀！等我打完针，打不了，打不了了，这找祖传啊！闪现，他眼呢？他的眼呢？是了呀，他底牌里出来挨打，底牌换了，底牌换了，底牌换了。魅力为什么还没亮？你修了这么半天。新机子啊，那你还不好我两张跑来摸我，让我来摸摸你。去修那个三板，就是月亮门三板，我修一点。老妹能自己吗？你自己赶紧自己。不能，我这么用过了。啊，我来。你什么时候用过直播了？倒过吗？对呀、啊，你倒过吗？赶紧起来！你也压根没带呀、啊？嗯，我、哦、没带字幕。那你想什么？三层增加速吗？对，三层增加速，没错。聪明，你咋知道的？放哪里挂的呀？我没心跳。玩那个月亮门。偷一下吗？偷不了，不去了。老远偷，偷不了，他回去。趁实体刀，不要慌。来。啊、算了，老远你去那个，老远你去开那个，开圣大门。圣大门。走位。直接扯。哎，没准完了，再打个洞嘛，人家接过来了，对吧？我的怀表。偷。大心刀，全体起立。哦。你爱什么呀？他刀了，英雄不朽。我留了。他追你去了，你留了。开门了，月亮门开了，老妹你在哪儿？我在这个什么门？我把圣诞门不用你说了。啊，你咋知道的？他怎么又来追我了？从你的结巴和你的语气，还有你的神情上来。因为他在大房里面等着，你出去他肯定追你啊。请叫我那个，请叫我小天才。我呀，马上去救吧。那捞一手啊，在你位置。好雨天，没怀表情。这样的，那走呗，打个一鼓都出门了。快回去。稳定啊，这个献祭位好稳，稳定献祭位。这是什么？哎呀，哟，这不是那个吗？这不是兵种对吗？这可以打开了啊！想揍死他，揍不到，很急，很难受。再推一下，再推一下，不。